亚太盛会购物广场，位于二号线上的上海科技馆站，是间出站后就可以马上看到的大型地下商场。原本凌乱的店家，在政府的重新妥善的管理与规划，打破了原本衰落的光景，现在已成了浦东一带的逛街首选之一。商场内主要贩售的有服饰、包包、手表等，特别的是这里也有很多批发客喜欢的 A 货，所以在商场内时常可以看见很多人在这里钻来钻去，货比三家，这也因此成了外国观光客最喜欢来的景点之一。